日前，杨丞琳与西门町举行新专辑签唱会，虽然一直雨下不停，但是依然没有阻挡粉丝们的热情。而圈中好友小宗正原唱的现身，也让丞琳大呼感动。他永远都把时间给朋友，就是非常意气相挺。然后今天会来，我也非常的意外。一定要的，因为四年前同样的场地，就是丞琳义不容辞的来帮我站台，所以今天我觉得不管凭着我们十年的交情，我觉得一定要来这边祝贺他。